嗨，小朋友，想吃东西是吗？哎呀，是不是饿了？啊，吃。哦，不要搞它，一起玩，不能弄。哎呀，他在吃东西。哇，他吃的好香哦。大家好，我是杰少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先赞后看好习惯，也欢迎新来的朋友订阅我的频道，并记得打开小铃铛哦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我呢，其实不仅养有猫咪，还养了蜜袋鼯。今天我就正式介绍给大家认识一下。我现在正在喂它吃桃子，它特别喜欢吃水果，甜的东西都喜欢。小猫咪一见到它就怕，你看。所以我就把它关在笼子里面，要不然就被饿虎给抓走了。在这里看就好了，你不能弄它，我喂它吃东西。饿虎好想用那个爪子去撩它，来，在这里，不能弄它，一起玩。你想叫它出来和你玩是吗？我为什么不把它放出来？原因就是这样子了。这小猫好像喜欢来弄它，喂它吃东西。刚才它们本来是睡觉的，现在知道我喂它吃东西，它们都来这里了。你看下面这里。哎呀，大虎，刚才是二虎，现在是大虎。这一只是母蜜，原本是有2只的，还有一只公蜜的，但是那只公蜜去年已经走啦，因为养的时间比较长。来来，好好看，在这里坐着看就好了哈，不能欺负小朋友，知道吗？哎呦，乖乖啊，不能吓着他了啊，给他吃东西，慢慢吃啊。旁边二虎又过来捣乱了，哎呦呦呦呦！我的天哪！你看他扒你了，我要给他吃东西。过来过来，不怕不怕，哎呀！我今天本来打算拿他们出来玩的，但是猫咪知道。我来喂它吃东西，它们起来了就不拿出来了。等一下一出来，一不小心都被猫给抓走了，就麻烦了。我本来刚才是趁着它们睡觉的时候偷偷的喂它，哎呀，它们灵得很。它 怕你啦，下去了。哎呀，走走走开，走开走开。为了吓它，给它吃。哎呀，你在这里看着就好了，不能吓它呀。你有没有记得我们养这只蜜袋鼯有多久了？好几年了吧？好像6年了吧，如果没有记错，有吗？还是5年？差不多。就是那时候夜市阿姨送我们2只公的哦。后来。另外一只，然后因为生病，然后走了嘛，然后就买这一只母蜜回来陪它。是哪一年呢？我都忘了，应该有差5、6年了，反正蛮久了。但是没有想到去年那只公蜜也走了。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蜜袋鼯的寿命，其实它们有
寿命一般是10年左右，但是一般6年、7年左右他们都会走了。我这一只今年如果没记错，应该是第6年，还是蛮健康的。就是另外两只公的，因为从12年养了，蛮久了，所以就走掉了，就剩下这一只母蜜。不知道蜜袋鼯在台湾你们是叫做什么？蜜袋鼯的话，我们这边是没有的，都是从澳大利亚、澳洲那边进口过来的，在2010年左右非常的流行在我们这边，而且价格很贵。也蜜袋鼯俗称也叫做飞鼠吧，可能说飞鼠，很多人可能会比较了解，比较知道多一点，因为。其实他说他会飞，也是不是会飞，而是会滑翔。他比如说从高处的地方跳到这个低处的地方，他会有两边把那一层皮展开出来，就像翅膀一样，然后滑翔下来，蛮好看的。但是我们在家里面养，没得训练它，基本上它很少看到它会跳。而且养有猫，更加不会把它拿出来。它吃饱了，它也不吃了。刚才给它一块那个水蜜桃吃，吃了一半，还有一半不吃了。现在老是被这个大火在这里吓它。倒了，倒了。其实蜜袋鼯非常的粘人，平时出去玩，很流行养。那时候啊，经常人家就挂着一个袋子，然后给它在袋子里面就装出去到外面去玩。但是我这一只，因为它比较，就是比较凶。因为前几年我买回来的时候，它比较小嘛。拇指那么大，比拇指大一点点，但是我每天晚上都出去摆摊，白天又经常去进货啊，或者是整理货，有时候晚上不能睡觉，白天睡觉，没有得训练它，所以它比较凶，不怎么粘人。加上现在因为又有猫了，然后猫在这里，它估计也怕猫，不过看到久了可能也不怕，但是猫老是想抓它。其实蜜袋鼯这里有袋子的口袋，它生那个小蜜出来的时候，就是生到那个袋子里面去，待到小蜜一直等到长那个绒毛，然后长大了以后才从那个袋子里面钻出来，就像袋鼠一样。我想拿它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，你们在这里我都不敢拿。拿出来我都怕他们等一下抓它。大家看我前面这一堆东西，全部都是买回来给蜜袋鼯用的。以前这个小袋子就是之前我背他们出去玩的时候装在里面，然后出去。但是有时候太忙的话，没得带出去。这个就是冬天的时候给他们在里面睡觉，里面还有，这个也是带出去的。这个非常的暖和，冬天。还有，这里有几个小房子，就是夏季的时候给他们用，但是用不上，因为只剩下一只母蜜了。然后我就用了一个椰子壳作为一个窝，然后给它在里面睡，这些都用不上了，现在。
你们看，我把它拿出来了。猫咪我都关起来，不敢拿它们出来，给它们出来，等一下就遭殃。出来出来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看看你可不可爱呀、啊？我用一个手套抓它，我都怕，因为好久没有抓它出来，我怕它咬我。嗨，大家好，又躲进去了。出来给大家看看，哎呀，你躲在里面，出来出来，出来出来。以前那只公蜜啊，就非常的温顺，经常拿出来玩。哎，这个在里面躲着，算了，我开这边。咦？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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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，一直叫，哎，在这里。这里，喵喵喵，嘿嘿嘿，哎，小朋友，嗨，说，拿出来了，你们也怕，我以为你们会抓，在笼子里面的时候，老是去弄它，你们听听。他老是叫死，算了，不拿你出来玩了。本来想拿你出来玩一下，看，走走走走，这是你的家，走进去，进去，那么怕人，好，进来，把那个钮紧一点。那么小猫老是来弄，快点进去，进去进去进去！哎呀，我用这个毯子盖住啊，就是不给小猫看到，要不然老是来玩它。其实我蛮想看一下你有哪位朋友喜欢，我想送给他们养，但是我又怕他们养不好，不会养。